今天是第二个中国医师节，也是继教师节、记者节、护士节之后，国家设立的第四个行业性节日。1998年审议通过的《执业医师法》是中国第一部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法律。截至去年底，中国执业医师数量达到360.7万，年诊疗人次超过83亿。目前，中国人均期望寿命已经达到77岁，优于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。